保护你的朋友。好，我保护塔伦。哦，我保护唐任，保护。好，这是什么？伞。好，伞。哦，这是什么？像。什么像？什么是像？有没有很像？他们两个很像哦。那塔伦跟他像不像？不像，不像啊。嗯，真的吗？哦，那他哦，跟迪勋像不像？不像，一点点，还是不一点点？哪里一点点？哦，他们有绑一个头发，你看。还有绑一个头发，还有绑一个头发。好，这个是什么？梳子。好，一起说梳子。梳子。啊，这个是什么？健康。这个呢？哦，这个什么？不健康。来，什么是不健康？我看。啊，不健康，不健康。好，健康，健康，健康。来，一起说健康。